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我们在天棚堂不但锻炼身体，而且要学习做任何事情还有方法我们也要这个在一块地方持之以恒，这样的话就会每一块地方都做好。感谢主，今天是复活荣耀的主日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依然是用信心爱心盼望，在神所给我们的美好家园，在天棚堂我们在继续的努力因主耶稣活着，我们能面对明天。因主耶稣活着，我们不再惧怕。我深知道主掌管明天，主不但掌管明天，主也掌管今天。我们把每一个今天过好，那么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养成一个真知道主何时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主喜悦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主不喜悦，好像圣灵要离开我们一样，我们不要神离开我们，我们要赶紧紧紧的来跟随耶稣，来修正自己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个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信心盼望跟把握。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。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。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。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。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好吧，我们一同来宣告：因主耶稣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。因主耶稣永远活着，因主耶稣永远活着，我有永生，我有盼望，我有力量，我靠主喜乐。谢谢耶稣爱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爱，需要主的同在，需要主给我们智慧，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只要有主在，我们不丧胆，我们不惧怕。环境再怎么样的艰难，主你掌管今天，你掌管明天。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耶稣不改变，耶稣的爱不改变，耶稣的信实大能不改变。耶稣永远爱我们，我们也永远爱耶稣。谢谢耶稣这样子来养育我们，施恩给我们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每次当我们要唱到因他活着，心中真的是在跳跃着，因为主耶稣活着。我们实在是因为耶稣活着，因为耶稣有复活的大能。如果我们基督徒不信耶稣复活，或者是没有经历到耶稣的复活全能，那么我们可能比不信的人还更可怜。所以我们既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我们又在这复活荣耀的主日，我们一定领受。愿今天我们从上午在教会到现在在天棚堂，我们所呼吸到的每一个新鲜空气，每一个属灵的灵气，都是主给我们的。愿主继续的带领我们的众弟兄姐妹，神的好儿女，我们的活水得胜人，有活水有得胜。哈利路亚，有活水有得胜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